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好。给你个机会说实话。好吧，其实我在这家店里面发现了一个绝世帅哥，他完美贴合我的男主形象，而且他可是这家店的常驻顾客。其实我是想要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我的取材对象嘛，要让我的小说内容更真实嘛。那就预祝我们丽丽早日成功喽。谢谢我的金君，我会加油的，你也加油。元气满满的一天，冲呀！就算前路艰难，今天也要元气满满，哦耶！一杯拿铁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这么巧，杜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刚约了朋友，不过他好像迟到了。你呢？我查一些资料。哦，对了，上回在回望图书馆托你的福，我才能顺利入职 MH， 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哪里，其实我是老而已，我也没做什么。都是你，刚入职就这么勤奋，我猜你的上司一定不好搞。岂止是不好搞啊，他简直就是魔鬼。这么难的工作，那他对期望一定很高啊。蚂蚁小姐，我有种预感，你在 MH 待不过两周的时间。好像是挺高的。哼，您的拿铁好了，谢谢。介意请我喝杯咖啡吗？当然，好在了。